趁一船宝摆起走，切在架 ，sweet 到流啦！前歌手陈奕迅五月同墨西哥籍男友注册结婚，等足大半年，寻日终于等到喺金钟香拉宝摆起走啦！我感觉好特别咯，因为咧好似再结多次婚，但系我老公成日就讲笑咁话，系啊，我又多结即结多次婚，但系同一个女人咯。虽然老公系外国人咋，但系传统嘅结婚仪式都做到足，仲入乡随俗改翻个中文名。因为找师傅帮他改的，咁佢就话龙同埋陈咧就好夹嘅。我叫陈奕迅啊嘛，咁啊龙陈奕迅，咁就简称龙船咯。而家姓龙咁旺，你应该晨早计划生龙 B 啊嘛。我谂两三年之后先至生 B B 咁样咯。咁又系，近排先再战乐坛做爵士乐歌手，梗系想喺事业上再闯闯啦。